谢哟，杨玉娜米达。Hello， 我是 Yuna。大家敲完很久的全身性拉筋影片终于来喽，掌声！那我个人觉得这套拉筋动作呢，不仅可以帮我们在运动过后做一个全身性肌肉的放松，也很适合拿来当做早晨的瑜伽。那今天呢，我会从头开始舒展，依序到我们的下半身。那如果你对这支影片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们就赶紧看下去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盘坐，接着将左手轻轻的放在垫上，接着将右手把我们的头慢慢的往右边肩膀拉，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肩颈。那我们会维持十个呼吸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去一个长日上记得我们换边90度的姿势，后脚尽量的往下压，十。
张或者弯曲，上半身尽量维持挺胸的状态，尽量将后脚贴近你的屁股，让我持续深呼吸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动作我都只带大家做大概10秒钟的时间。那如果今天你的时间比较充裕，或者是说你哪些部位会觉得比较酸痛的话，蛮建议大家可以拉长每个动作停留的时间，那这样也可以放松到我们深层的肌肉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贴心提醒，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我的悬吊训练组以及弹力绳抽奖活动的朋友，赶紧到我的 IG 去参加抽奖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安妞。